哇！一隻咁緊張嘅大白鯊音樂就開始咗今集嘅 Happy Friday， 希望大家唔好俾 Alex Cruz 嗰個耶、yeah! 嚇親。佢其實咧平時都好鬼馬嘅，嗱雖然佢鬼鬼地啦，但係真係好好可愛嘅 Alex Cruz。嗱，我哋咧呢個咧節目咧個膽嚟嘅呢個，同大家打招呼先 ，Alex。Hi， 你唔係用你嘅琴聲打招呼咩？嗰陣。点啊？咩歌嚟嘅？Well， 咩歌嚟噶？咩歌嚟啊？校歌。苏格兰哦，真系孤陋寡闻啊！嗱咁啊 ，Alex 之外咧，当然咧都系我哋嘅吓主角之一啦，就话 Joanne， 呀，俾掌声喂两位，唔该，我冇手俾掌声啊！好，and then 咧就当然有我花家姐啦，同埋啊我身边嘅呢一位阿喵先啦，阿喵啦，阿喵就系我哋今日嘅嘉宾啦。咁啊，有个镜头俾你望一望，打个招呼同各位，好嘛？点啊你？杀手锏噶啦，出。O K， 咁啊呢个靓仔阿喵啊，咁啊另外就有啊隔篱嗰位都系靓仔啊。Alex， I'm sorry，Ricky，Ricky，sorry， 太過。雖然好似樣啊，Ricky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係，咁啊，首先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一個咧直播空間，好唔好啊？首先咧就大家唔該動一動你嘅手指，好唔好？將呢個 post 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啦。係，有冇做啊？你唔該，阿喵，即刻攞你個電話出嚟。係啊，已經分享咗。系啦，有人话好耐冇见阿喵你啊，咁大家咧就将你嘅呢一个 post 啦，分享俾你嘅亲朋戚友啦，唔好话冇朋友喎，系咪好朋友啊？唔识都照声啊，唔识都照声，好难喎、啊、呢、這个。有边个唔识啊？其实你分享咗出去就真系会，即系会分享俾啲唔识嘅人，可能真系，因为我个电话入边好多我都唔识嘅啲人，唔知边个嚟嘅网民，唔紧要啦。系啦，紧要有人睇得噶啦，识唔识都好啦，最紧要系啦，大家入嚟咧支持下我哋呢个节目好唔好 ？Happy Friday 咧就星期五晚啦，就会喺呢一个 TV 九十九啦，十点钟啦，同大家见面嘅。咁啊就有音乐厅啦，当然系咪？咁你见到呢个架撑呢个咁嘅啊设备呢个咁嘅阵容就知道，梗系有啊 Alex 啊主理嘅一啲正嘅音乐俾大家听啦。咁亦都有啲音乐。高手啦，唱歌高手唔系我啦。睇样就知啦，睇样就知啦。搵唔到。诶，唔系你唔系靠样搵食嘅咩？阿喵。part time， 嗰份 part time。系啦，因为嗱，今晚咧，我哋讲呢个主题咧，同阿喵咧就息息相关嘅，即系唔系话求其搵佢上嚟啊，即系唔系因为你得闲搵你上嚟，因为咧我哋讲电影嘅歌曲，咁阿喵咧就系做呢个演员噶嘛。系咪多重身份啦、啊？临时演员都系一个演员，系咪啊？冇错啦。系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今晚咧，你讲呢一个话题同埋唱呢啲歌咧，最有 feel 啦。投入啊，直情。正投入系嘛？冇错。你自己系咪好中意睇电影嘅本身？都癫癫地，我晚晚翻去都播，搵夜播下。搵夜播下。啊，即系你唔系煲剧嗰类。即系唔系日本嗰啲咩动作爱情？嗰啲我想拍添啦。想拍啊！你有资格啊，绝对可以喺度招募埋女主角噶。喂，咁啊嗱，我哋今晚呢、這个收得呢个话题咧，就系讲呢个电影嘅金曲啦，或者歌曲啦，吓咁啊，大家咧可以啊喺呢一个时段里面嗱、啊、玩啲咧好老土嘅嘢，但系又好好玩嘅嘢，就叫点唱。咁啊点唱咧，俾你身边嘅朋友听啦。咁啊，你如果有啲乜嘢，譬如话想对某位朋友啊，即系表达某啲爱意啊、恨意啊，就可以咧透过我哋今晚嘅呢啲歌曲咧。去表達下，咁最好咧寫埋喺度，即係點解你要我哋唱呢只歌，同埋點俾邊個人啊咁樣啦。咁我哋咧就寫咗一個 list 嘅歌喺我哋嗰個 page 嗰度嘅，大家可以去翻我哋 Facebook 呢度咧上面嗰個位咧，你會見到咧有一堆歌嘅，咁就全部係一啲嘅嚇啊呢度電影歌曲我哋揀出嚟，長啦簡直。做緊揀咗好耐㗎，咁就覺得呢啲歌咧都應該大家咧就會係都熟悉同埋有。feel 嘅，好香港系咪？好香港，好香港电影嘅。系啦，其实讲到电影，咁意外呢，即系唔系意外，即系爱其他嗰啲歌可唔可以拣咧？我哋讲即系呢堆歌以外嗰啲，嗱，其实咧基本上系冇问题嘅，不过咧都要睇下 Alex 咧有冇问题，因为唔系我话事嘅，佢话事啊，大哥话事，冇问题系嘛？佢几睇都冇问题啦。作为一个咁资深嘅音乐家，弹到但系唔识唱，钢琴家冇问题嘅，唔好太溜楞就得噶啦啊！咁大家可以喺个 list 里面咧就拣一啲。
歌曲啦，咁我哋一間我哋都會唱某一啲歌嘅，咁譬如當年情啊、那些年啊、半斤八兩啊、咩天若有情，我天若有情都有成三隻歌，都係即係好多人都好記得嘅，係嘛？咁另外就有也許不易啦、終身美麗啦、最愛是誰、菊花台啊、滄海一聲笑同埋倩女幽魂啊，咁我哋一間慢慢講下呢啲歌或者啲音樂啊同埋個電影之間咧，大家有啲乜嘢回憶啊，好嘛？咁我哋咧就嗱。首先 ，Alex 咧就要又系即系要献一献技先，讲下咧你其中一只歌，上次就唱咗依然啦，依然嗰只歌啊，阿林忆莲嗰只咧就系、是、你编曲噶嘛。好啦，今日咧你又想同大家即系讲一讲你边一只歌咧，你以前编过曲嘅歌。曾独自孤身走远方，幸得到他跟我流浪。尽管千亿个讥笑的眼光，也轻松地对望。不需担心，不必抵抗。心信心爱心似海，我信任这份爱，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。万载用热诚来等待，是心信心爱心似海，可信任这份爱，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，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，融化这障碍。正啊！呢只歌系边一年噶？记唔记得？俾支麦佢啊，唔该。93年，我差啲走音啊你。93年，1993年系咪噶？大家即刻 fact check 下，我谂都差唔多噃都。喂，有冇故事啊？呢只歌你当年啊，关于只歌。我成日听到，买啲铺头咧，哦，原来我有 hit 到。哦，系咪啊？会唔会有时即系你行下街，哇，突然间听到啲歌，哇，呢只唔系我编嘅，或者我作嘅咧，咁咪会好开心咧？都有试过，系咪啊？咦，咁熟嘅呢只歌，哦。因为嗰阵时咧，个个喺娱乐圈咧系好多人，唔系净系我成功噶，个个都成个香港人都系成功紧啊嘛。系哦，嗰阵时因为即系好多喺呢个行业，黄金时代，黄金时代，即系唔会话，诶，我系 Alex 个，真系我系 VIP 嘅，唔系呢啲嘢，个个都喂你 hit， 个个都 hit 过嘅，即系。成功是正常的，以前是啦，即系乐坛同埋嗰个电影业都好好好，系个个礼拜都好健康，系啊，个个礼拜都有新嘢，系咯，即系嗰时真系好开心噶，系啊，如此捞饭。如果你话有咩目的咧，以前系想自己做好啲咯，唔会话好似依家咁，哎呀死啦，我要搵咁样钱，即系要交租啊或者乜嘢，嗰阵时唔系噶，嗰阵时唔会谂呢啲，哎点样？点样进步自己？点样令到咁啊？所以个社会好先进，系即系唔系咁功利，就系下下搵钱。系啦，系啦，因为已经有钱啊嘛。因为钱都紧要，不过钱系 secondary 啦。即系我系咪太过真？我系咪坦白得滞？坦白得滞，唔紧要。系咁啊，都希望下一个乐坛咧继续进步啦，吓唔好咁停滞不前啊，或者甚至退后啦。咁啊 ，Alex 好啦，咁啊，我哋今晚咧就一齐即系去。讲一啲咧电影嘅故事啦，同埋一啲歌曲啦。其实咧我哋想轻松啲啦，件事咧就不如搞一搞笑先啦，唱啲咧大家耳熟能详嗰啲搞笑歌嚟到兴奋下先，好嘛？Only you can take me through。
怪。Only you 能保护我，唔使俾啲黄金海星踢我，只有你咁劲，就是 Only you。莫怪师傅暗沉，带翻个箍。莫怕死咪发之痕，碰到钉咪惊。I understand， 要全力地去do。要驚就兩份驚，啊！夠啦，我自己都覺得夠啦。其實，哇，真係夠啦，都話夠啦。搞笑嘅事一定要認真做，認真嘅事先搞笑做。受夠啦，嗰時可能已經趕走曬所有 live 嗰啲觀眾。其實嗰時睇呢套戲咧，都係聽到嗰度，我真係想打阿羅家英幾巴啊！大家有冇同感咧？坐你隔離嗰兩個有冇雨口雨面咁？即係打錯人，真係笑爆嘴喎。OK 嘅，當年係好爆嘅，你加埋阿羅家英本身俾你個形象咁扭轉。同埋咧，佢咪好似咩一堆咩蜜蜂啊？烏蠅啊，喺呢只邊噗噗噗出嚟，都係想冚佢幾巴嘅呢個係好成功嘅。尤其呢只歌咧，係後屘係咪羅家英唱嘅啫嘛？羅家英唱，又唱得好人憎嘅。仲要套戲裏面無端端有英文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唐三藏唱英文啊嘛。係啦，咁啊，唔知道大家又記唔記得以下呢只歌咧？你係覺得討厭啊，還是覺得好搞笑咧？咁睇下嗰人唱成點嘅啫。走走先，准备谂啊！人生得高，高一样令你羡慕，仲电乱舞，鬼咁自豪，都系我妈妈好。生个仔有两道，就算走出街，亦要威足两铺路。人话我聪明，并非一味靠操，实在我叻到系冇谱。人话我风流，并非木嘴阿茂，实在我 fit 到漏油。死啦啲青春痘，死啦啲青春痘，我认真冇佢瘦。死啦啲青春痘，死啦啲青春痘。Ra ra Rasputin, lover of the Russian queen. There was a cat that really was gone. Ra ra Rasputin, Russia's greatest swift machine. It was a shame how he carried on. Whoa, Rasputin. 喂，我谂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原来佢嘅原曲系啊，系个 Bonnie M 咧，系好好笑。不如阿做 Alex 系好中意 Bonnie M 系咪 ？Alex 讲下，俾啲喂有啲八九十后真唔识噶，我哋呢啲七十后都系问问地噶，系。我完全唔识，可唔可以介绍下俾啲音乐知识大家呢只咩歌 ？Rasputin。Bonnie M Rasputin 咧就系一对 band 咧，佢咧就好系黑人嚟嘅，系三个女仔，佢就咧就三个咧就企喺度。企喺度唱咧，就喺度唱，就一路咁样嗰啲啦，好似和唱和音。咁然后隔篱嗰度咧，就零零舍舍咧，就有一个好瘦嘅，就一个黑人男仔，佢把声咧就好低好低嘅。然后佢咧就会咧一路跳，即系无论你喺度唱咩咧，佢系跳埋啲即系好唔拉家嘅嘢，但系佢好好睇嘅，好好笑。系咁要YouTube抄翻。我依家识啦。而家识啦，啱啱识啊，学多啲嘢，长知识。咁头先我哋有位听众话，Young J Young啦。佢話想聽《倩女幽魂》啊，陣間到係咪啊？咁我哋一間睇下我哋安唔安排到啊，唱俾阿Young J Young聽啦。咁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你咧就想我哋點呢一隻，或者你點解想點呢隻咧？點俾邊個聽咧？我唔知係咪。點解？因為你個 list 有嘛。但我哋個規矩係想大家即係唔講原因就唔點俾邊個。咁又唔係。咁如果有多人點唱嘅時候，我哋要揀翻一啲即係你好想點嘅歌啦，即係或者即係有。个原因，即系话，譬如话你同个 friend 同嗰个女朋友，净系睇咗嗰套戏，跟住分咗手啦。
所以你好想听翻嗰只歌，送翻嗰只歌俾佢听，咁诸如此类啦，系咪好有理由啊？呢个即系好多回忆嗰啲人，即系听嗰首歌，然后就带咗佢酒店。系啦，阿 Mel 系咪又有呢啲咁嘅？点解咁三级？去酒店食 buffet。唔系你自己有冇咁嘅经历先？老实讲，即系约嗰啲女去睇午夜场啊，嗰类有冇啲啊？哇，有午夜场嘅年代，我俾女约噶、啊。俾女教師約我放學留堂嗰啲嘅啫。喂，我想同大家講咧，我咧第一次睇呢、這個午夜場咧，我真係好深印象。就係、是、三骨片。嗱，唔係，即係十二點幾去睇戲咧，即係對我嚟講好大件事。嗰時好細個，你估我睇邊套戲啊？有冇人估到？不如你講個年份出嚟先啦。你細個嗰時係幾年咧？九十年代初，係咪九十年代初咧？係譚詠麟嗰套《愛的逃兵》。哇！我就觉得嗰只歌好好听，好想问你，未曾让你将一生的期望，好正嗰只歌，系啊，我觉得好好听嗰只歌。我反而想知边个人约你睇到咁嘅戏？我自己睇嘅，自己一个人睇乜嘢场，仲要睇到咁嘅戏？仲有啊，我话俾你听，我系坐第二行嘅，第二行系咁样睇啊，你知唔知啊？都要争翻张飞啊！你个高度坐第二场 fit 到不得了啦，我坐第二行就话啫。喂，大家一阵都分享一下你哋有啲咩深刻嘅回忆，系关于一啲电影啊或者歌曲啊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啲观众可以分享啦，你哋又可以随时插入啦，唔好话特登吓我 tap 俾你哋讲，你可以自己谂到都系随时讲嘅，好嘛？随时插，随时插入，随便嗰啲人真系我都话唔系啊，今晚好三级嘅，点解喵好衰嘅真系？哎呀，真系。我唔可以用环保啊！我同你坐埋一齐，冇人哋冇遐想，唔好意思。我有啊，但系我梗系有遐想。好衰啊！你呢个细佬真系搞笑。咪啦，好啦，硬晒啦，膊头都。好，跟住落嚟真系交俾我细佬啦，交俾阿 Ricky 啦，因为佢有两只歌咧，就喺度想送俾大家。咁啊，呢两只歌系关于咩电影啊 ？Ricky 你自己讲。其实呢两只歌咧系嚟自阿哥哥呢、這个应该九三年九四九三九四九三九四嗰时。咁一套林青霞系啦，林同阿林青霞嗰阵时佢哋一套。都几出名嘅戏，叫做《白发魔女传》。嗯，咁呢套戏咧就有两辑嘅，咁就同年上演嘅。咁佢都有两只呢、這个主题曲，都系阿哥哥自己写同埋阿林夕嘅词嘅。咁所以咁多年我都好留意呢两只歌嘅，咁同埋都有睇翻啲即系重温翻呢只呢套咁嘅电影，好配合到电影啊！系啊，咁。咁嗰啲歌词都写得好，即係好心痛嘅，係啦。係啦，咁大家一路咁啊，一次过送呢两隻主题曲俾大家。咁啊，红颜白发。係啦，红颜白发同埋忘掉你像忘掉我。这一晚，谁说爱是这样难？恨爱之间分不散，红颜白发更觉璀璨。从前和以后。一夜间拥有，难道这不算相恋到白头？但愿会相信前面是分手，能令我减轻了内疚。想不再回头，又不想错过，想不想之间着了魔。重逢后，白发后，又怎知道是恋火，是如何烧毁我。假使你仍然认得这个我，
往我换来这结果，狂傲地任性地为想等你望清楚，为你疯魔这样错。爱我吗？不恋也恨，等到白头未染尘。爱我吗？但如何敢问，忘掉你像忘掉我心。生死也为情，是否不会有，只得苦恋可永久。明明是没以后，但怎么我仍牵手，让你感兴你内疚。烧也烧不透，恋火烧不透，发不透。Thank you, Alex。覺得阿王菲即係呢隻忘掉你像忘掉我，即係即係喺個黃金，即係以前有一個黃金配搭啊，林夕、張國榮同埋即係最正嘅一個組合。黃金組合。林夕都話過自己係最偏心其中一個就係王菲，係嘛？最偏心三個人，其最偏心係王菲。嗯，咁啊，阿 Miu 你自己有啲咩歌想分享一下？分享，我俾你分享咗一阵，分享下即系斋讲定要唱埋？搵机会俾你唱下，即系譬如话有啲咩电影歌曲，你有古仔讲我讲讲半个钟咯，唔系，其实咁讲啦，真系有首歌我系好有印象，但系当然首歌我估冇乜人记得嘅，陈山河嘅《梦里的夏季》，嗰时有套戏叫《鬼马校园》，我好细个，以前啲戏我发觉咧，好似听过，真系冇睇过，听都未听过，佢个歌咧。系会同个画面 match 嘅，系啊系啊，即系唱到讲河水，佢会影住条河啊；讲个女仔，佢会剪个女仔落去 match 嘅，即系同剪个女仔段片，好残忍段片。即系以前你会发觉首歌影像同歌词又会配合，而家唔系，依家就系可能首歌成个 main film 同套戏会似，系或者有啲离谱啲，直情根本唔关事嘅，不过想买嗰首歌咁解啫。OK。个印象我会咁对电影嗰个音乐有个咁嘅印象。喂，有冇人听过呢只咩陈山河？咩咩？冇乜人，冇乜人。好冷门喎、啊，唱两嘴嚟听下喂。系咯，你咁心。光阴流逝，没法将它代替，如何笑住挽住，不让夕阳西。佢又会影住个夕阳咁样。阿陈山河咪即系阿陈山河。类似系啦，跟住你又茶壶，即系咪陈生？系咪真系黄兴平嗰个细佬嗰个阿哥？阿哥啊，阿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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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系，即系，即系唔同，但系父母有少少系，系，系，系。咁啊，希望啲八九十后知道我哋讲嘅咩？咁我咪透露咗我个年龄？你一睇就知道你。讲翻录影带仲喺金丝度租嘅添啊，仲得咗几饼啊，自己犯法啦我。金丝啊，听过未啊？有套票买噶嘛？我记得啊。仲未用晒就执笠添啊！咁啊 ，Winky Lai 咧问我哋有冇那些年啊？喂，咁其实你系咪想点呢只歌咧？即系话有品味，你有品味啊你？系咯，有品味喎。不过可唔可以讲？其实个 list 系有噶吓，系咯。点解会中意呢只歌？其实我唔系，我觉得好 commercial 啊。我好成功嘅，唔係你如果有睇嗰套戏咧，你就觉得嗰只歌系好配合嘅。系当然啦，系好配合嘅。系啊，咩那些年错过咗陶大宇啊，系咪？错过咗大宇，系咪？唔系，即系嘅电影系因为你本身系同嗰个电影嘅剧情产生咗一种
化學校。即係你冇睇嗰套戲啦，係嘛？我唔想睇呢啲青春片。姐，咁咧，係佢唔想睇一啲講老咗懷緬青春嘅片。係啦，冇錯，唔係唔睇青春片，驚觸景傷情。係啦，佢逝去咗啦。但係套戲當年，我覺得香港係都幾奇風突。即係嗰陣時嗰啲買即係賣浮啊，即係咪即係外邊？好誇張係，同埋我接受唔到首歌喺某個本地比較著名嘅歌唱。嗰啲頒獎禮度攞咗個金獎嗰啲咧，係即係我覺得首歌同香港人冇關事，其實因為佢台灣戲啊嘛，其實係，但係套戲係整件事加埋首歌係 perfect 嘅，我覺得係做 end 做 end， 即係帶咗個風氣啊，係啊係啊係啊，乜都變咗個 terms 啦，一講啲嘢就話哇那些年咁，又食個缽仔糕，那些年，那些年啲缽仔糕攬咗住木屋啊，那些年咁，好彩我未食過呢個卡介苗啊，那些年咁，卡介苗，即成件事攬咗啦，就變咗，即係佢變咗個 term 咪那些年呢個失去咗意義啦咁樣。但首歌當然你唔好唱到咁慘得唔得？點解？如果真系唱嗰阵，我唱嘅咩？系那些年，可唔可以唔好唱到咁惨？唔好唱到好惨咯，有冇歌词啊？有冇歌词啊？唔系那些年啊，一阵先啦，我哋一阵或者我哋唱咗我哋系啦，我哋有啲本身我睇到啊 ，OK， 呢个啲担心嘅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又要轻松下啦，咁啊又唱翻啲咧搞笑嘅吓电影金曲，好冇？嗱呢只歌真系外卡参赛，交俾你哋啦。咩电影啊？当年相恋意中人，大家性情近，早中爱近极亲密，深深相印互信任。月底花间相会意，共喜有缘分。恩爱百般愿比翼，痴心一缕共定盟。人情于今化烟云，未许再续情份。空有爱是万千丈，可惜都已尽化恨。黄袍相思枉痴恋，恨轻心太忍。只有叹息傲欢似梦，早经消散莫再寻。早经消散莫再寻。做 N 讲明啊，一定要系侵咁样，系侵。快啲攞个掌门令出嚟摇两摇，等佢打翻套功夫先。黑玫瑰，黑玫瑰，奇哥又冇黑玫瑰，我红毛泥争好多，但系要搵红毛泥打一打先得噶嘛。好啦，我哋唔好俾佢停啦，跟住呢只咧，我和一和先，好嘛？你准备啊！少林功夫醒，好好嘢。少林功夫近，系好近。我系铁头功，无敌铁头功。你系金刚腿，我系金刚腿。少林功夫好嘢，真好嘢。少林功夫好近，冇得顶啊！我系金刚腿，金刚腿。佢系铁头功。哇哇哇哇哇！喂，爆樽呢下都做埋喂，梗系好认真噶、啊、你。我好彩冇叫我拉一字马啫，我真系怒噶，我真系。喂，呢只歌系咪如果唔走音，咪属于唱得唔好啊？你走音咧系好认真嘅，即系音哇有样噶，你冇样唔得噶。有个吉他就应该攞埋吉他咁样挂，借啲一嘢勾上去，砰跟住。一咬落花家姐喂，既然唱得呢只，唔争再唱埋下一只啦。闻阵香味，咁唔老礼，闻到阵香味。香味，周星驰就咁后生就闻阵香味。咩香味啊？小鸡嘢我中意食，但系你老母讲你就快癫。越系快顶，呢日子越要整多只。如果而家唔食，以后冇机会再食。你真系就快顶，我真系就快顶。如果而家唔食，以后冇机会再食。如果有份做呢套咧，我一定系怼穿墙，因为我善于喷血。
嗱，你可以做王爷，你善于发烂渣屙尿，你都系做蛋，你算啦。喂，填词咧，梗系要填到啱音噶嘛？而家呢啲系叫做唔啱音得嚟，又变咗好好有艺术。好难啊，要走钢呢啲叫走钢线。哇，你喺平衡喺嗰度真系。好搞笑。呢个系林夕填嘅，系林夕填噶。呢啲唔系小嘢噶，正我呢只难填噶，其实金庸佢除咗唔啱音咧，佢仲要唔啱拍子喎，里边咧一路唱咧，因为佢系林夕啊嘛，无论佢是但填啲嘢落去都系等于好好笑嘅真系，唔啱拍子嘅真系啱我，我啲拍子补吉嘅。好啦，我哋回应一下啲听众啦、观众啦，咁啊，阿威强汪咧，林志美嘅偶遇，偶遇系电影歌曲嚟嘅咩？偶遇系咩电影？电影系我真系唔记得偶遇，咦？阿导演系咁喺度点头喎，系咪边只啊？佢系咪真系知噶？咪就系佢自己睇嘅场。资料搜集唔该，揾一揾啊！呢个偶遇系边？边度啊？套戏就叫偶遇啊！偶遇，淡然掠过嗰只。我识嗰首叫外遇、啊。风带着微笑，轻出呢只就。哦 ，OK，sorry，sorry。诶、okay, 呢句我听过，呢、這个我听过，呢、這个听過。哦，呢首系《少女日记》啊，《少女日记》哇！咦，系咪真系？即刻资料搜集先揾到啦，《少女日记》系咪真系李丽珍嗰啲啊？唔系，唔好讲又讲三级嘢，咪咯，讲你真系讲三级嘢。喂，咁啊，阿威康旺，你自己讲翻啦，系咪呢套戏啊？《少女日记》主题曲，点解会谂起呢只歌咧？佢啊，嘅偶遇。好，咁啊，阿 Love Max 话可唔可以点 Don't Cry for Me Argentina？ 哦，呢个流，或者 Phantom of the Opera。嗱，你真系识嘢啊！不过呢集咧，我哋讲港产片，系啦，讲港产片。因为 Phantom 咧，又我唯一咧有买粤语片，喂 ，Phantom 系我唯一有买 soundtrack 嘅嘅一即系一只一套电影，我觉得好鬼正，里面啲歌全部都。我反而有买呢个《贝隆夫人》。啊，《贝隆夫人》都好，都正啊！系啊，即系听到喊。我自己好 surprise 就系麦当娜做套戏做到咁好睇，嗰时有少偏见噶嘛，对麦当娜会觉得开始中意啊嘛。当年外国唔系好接受到，但系佢做完上画之后就觉得，哦，算啦，你都做得几好咁样。呢个留翻下一集先。系下一集我哋讲，诶，又讲外语片系嘛？我哋今集咧都系主要围绕住啲港产片啊，一啲电影嘅情节啊，或者系电影嘅音乐啊、歌曲啊，大家有一啲共鸣嘅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咦，跟住落嚟咧就我哋一间就好多人点啲当年情系咯？点解佢哋唔系同埋那些年啊中意听？咁不如我哋满足咗，我哋梗系以客为。上噶啦，咁夹嘅啲名，那些年，当年情都系啲旧事旧，系咯，系咪好多人中意怀旧？系咯，唔准你哋听到喊噶，大家继续可以点唱啊！一起个音乐就无管动嗰啲。笑声在为我送温暖，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。轻轻说声，漫长路快要走过，终于走到明明晴天。声声欢呼跃起，像红日发放金箭。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，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，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，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
Thank you。有一位Love Mass 咧，佢话呢一只歌咧，我都觉得好多人中意嘅，但我其实唔记得咗边套电影噶，都系张国荣嗰只追啊。金枝玉叶。金枝玉叶。厕所坛。系啊，金枝玉叶。database 好犀利。袁咏仪作咗四句。我唔知。跟住佢就即刻驳落去，就晒晒谂谂咁样，跟住真系冇请到嘉宾嚟。系咯。个个喺度扮嗰时，学校张台又一追再追嘅，扮完即系自己笑自己啦。好好睇噶，我唔冇。金珠玉叶好好睇嘅，即系袁咏仪都攞咗女主角嘅。嗯。同埋佢哋成套系个火花，同埋当年某嗰间电影公司叫 UFO 啦，系好注目嘅一套戏嚟嘅。嗯。好注目一套戏，我谂播咗成年啦，香港之后电视好收得嘅，第二部好收得。嗯。张国荣做喎，仲要啱啱翻翻出嚟嘛。系咪阿袁咏仪扮男？系参加佢要举办一个歌唱比赛咁样，要选个新嘅新人咁样。嗯。嗰时张国荣退休噶嘛，八九年。之后翻出嚟出宠爱，跟住只碟嘅宠爱啦，跟住同埋呢套戏系好重新 spark 翻出嚟嘅。嗯，哇，真系好犀利，真系犀利喎！呢、這个阿彪真系犀利，咩电影活字典喎、啊？你好似一个，即系你记到咁多嘢，记到咁多嘢又真系好嘢，记唔到吓咧，真系唔系啊！嗰啲老人食乜我唔记得咗，老人痴呆啲特征啊，记得远嗰啲嘢，我净系记得我啲院友，我啲院友系啦，我哋识咗好多年噶啦，哎呀，我假牙啲罗尼戴嘅，咪咯，想当年啊，嗰只啊，哎呀，嗰只女黑侠木兰花，哎呀，向海南啊，话叶丽仪嗰只。女侠木兰花，向海南冇回南冇湿嘅，向海仲要南。女人心又系边？点解先？女侠木兰花，叶丽仪系电影嚟嘅。花木兰啊，木兰花。女侠木兰花，佢话。女侠木兰花，黑玫瑰，黄莺，仲有啲咩啊？系咪啊？兰花。OK， 咁啊，另外就阿 Ryan Wu 啦，就话佢第一次睇午夜场咧，系睇呢一个嗰只。呢套系戏定系歌啊？歌肯定系叫《凭着爱》啦。咁嗰套戏系叫咩啊？系咪都系叫《凭着爱》啊？我唔知啊。凭着爱系苏瑞啊。苏瑞系咯。但系咩戏咧？呢个佢系咪龙的心啊？龙的心，凭着龙的心咪凭着咯，系嘛？系咩？我都记到啲嘢噶。导演都话系。你龙的心唔系童年时挂歌。系咯。一生都尽头。咁你谂？凭着爱。嗰时我太细个啦。我信有出路。喂，系啊，搵资料搜集啊。我哋嘅。但系好似有啲关泰迪罗宾事，我唔知点解谂起。泰迪罗宾。有啲关事。凭着爱系边度电影？嗰啲电影啊，即系佢啲电影嗰啲。唔系啊，呢个系泰迪罗宾，系嗰个点子冰冰。你扮啦。我扮嗰个大只眼得唔得？你点子冰冰。诶，呢个自由在我手啊！点子范冰冰，自由在我手系咪余安安啊？自由呢首都好，我有啲人做。妹仔，哇！我哋啲听众都有翻。林碧琪都系一把年纪。观众睇下可唔可以查到呢个凭着爱喺边？长乐街 Peter， 你讲点样咧？咪套戏里面个对白嚟嘅，唔系我。咩话？长乐街 Peter 仔啊嘛，阿麦德和啊。边套戏啊？妹仔。喂，你又记得啊？你林碧琪啊？咩嚟？你其实你几多岁啊？你做一套戏攞女主角，跟住就嫁咗人就唔做啦。Okay. 林碧琪所以就挥手为我的自由。okay. 唱呢首歌嗰阵时个画面系阿温碧霞嚟。好咯、啊，你够化妆啊？咁爆你，喂，对住海潮，海潮。呢、这个 database 好犀利啊！咁啊就另外就有位朋友话女人心啊，女人心系边一套戏咧？谁自愿独立于天地？看梅艳芳《东方三侠》啊，好似《东方三侠》系喎，好似系喎。去了也让人看。系咪啊？嗰啲咩百万富翁嗰啲问题，这是爱又系咩啊？中晒嗰阵，讲这是爱先系泰迪罗宾，唔系凭着爱。我觉得大家咧可以今晚考一下阿喵咧，你或者谂起边一只歌，睇下佢知唔知系边一套电影先，睇下有冇边个 range 冇咁阔啦。边只歌考到话佢只歌冇人讲嘅，哦佢讲凭着爱咯，佢讲凭着爱信有系咯。咁闷，唔系我唔记得咗咩戏嗰只歌，凭着爱唔系好听嘅首歌都咩戏凤啊？群龙戏凤系咩？系有泰迪罗宾，我记得咩戏嚟啊？嗰年嗰时系嗰啲徐克嗰个年代，嗰啲新艺城嗰啲咁嘅戏，嗰排好多。O K， 话 Karen Ho 好嘢，我哋啲观众做埋我哋嘅资料搜集员啦吓，系啦，这是爱啊，超好听啊！
这是爱，这是爱，泰迪罗宾，泰迪罗宾唱片封面系中环影嘅，即系战前嗰啲啊。戰前嗰因為發覺啲觀眾嘅年齡層原來都係啊，都係同花家姐好近，係同我差唔多。可以開一個滄海遺珠電影，要啊要啊，呢、這個真係要、啊、要、啊、預我預我，係啦係啦係啦。咁喂，講到呢度，我又想講下咧，不過你哋可能唔知有冇共鳴啦。你講你講，我想講嘅《天若有情》嗰只嗰套電影咧，《黐線》嘅入邊嗰啲歌全部都好鬼正噶。咁咧，其中嗱，但反正我最中意咧，真係唔係《天若有情》。就真係呢，嗱，而家导演准备下呢套片，阿喵唱一唱，唱咩？唱出我心声，我点解咁中意？喂，搵呢个歌词啊！哦，你搞错你，你唔系稳定嘅咩？边首？哦，我因为我咧，我觉得嗰个画面咧，同嗰只歌咧又系好 match， 即系可能你就咁听只歌，即系你要睇过嗰套戏，跟住你会谂翻听只歌嘅时候谂翻嗰个画面，咁咧你就会更加投入，同埋咧会即系眼泪都飙出嚟。我每一次听只歌，我都会喊。依家呢首系反而里面唔系主打嗰首歌，但系之后听落去就反而觉得更加有味道。系啦，大家睇住画面，听住阿喵嘅歌声。人生虽短暂，无悔共你穿梭天边与海岸，重温的景象，零碎渐淡，真心你莫忘记。投入，好投入，系啊，唔使咁大声，系嘛？当年是副歌嚟嘅，哇！呢只歌真系之后先觉得好有味，顶唔顺啊！呢只歌真系，仲要系黄冠中唱，其实就讲真，唱得又唔系真系好好，不过咧系只歌嘅好正。唱得，你讲我梗系唱得差添啦，唔系啊，佢话你啊，咁直接嘅你，即系原唱嗰个。当时黄冠中系比较幼嫩啲嘅，同埋佢嗰时佢比较下巴啲噶嘛，即系匿埋一边蒙猪眼弹吉他。系啦，咁佢唔系真系唱歌话真系好出色。应该佢喺 Beyond 里面真正唱嘅第二首歌。第一首歌是应该是回望昨日昨异乡，但第二首就真是他唱的歌。真是有没有人可以 challenge 唱下他，我觉得他。因为资料库。应该没错，成首唱晒的他。但当时如果大家有这个生出来看看很特别的。王家强唱的歌阿波唱。阿波作的歌王家强唱。我有少少觉得他要特别这样。王家强。王家强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王强。撞啱可能。天若有情嗰个 soundtrack， 即係讲电影配乐啦，喺我印象好深嘅，因为佢里面有五首歌，四首 Beyond， 啊三首 Beyond， 一首啊袁凤英，系同到戏完全系夹到不得了嘅。嗯，都系新艺宝嘅。其实新艺宝系新艺城同宝丽金搞出嚟嘅唱片公司，专、出佢哋电影里面嘅歌，俾即系啲钱唔俾人赚、新艺宝。如果你留意翻新艺宝的歌，全部电影歌嚟。嗯，咁大家对呢套电影系咪都好有共鸣咧？谂起呢只歌咧，即系我自己个人啫，中意呢只，特别中意呢只啫。我特登着牛仔衫嚟添啊！今日揸电单车嚟噶我。喂，咁讲起电单车咧，有一套戏又系咧，即系又系一见到个画面，起埋嗰只音乐，真系想死啊！从远处听见叹息的诗，在呼唤着旧日名字。从远处看见某个影子，在挂念着落日情意。挥不去，抑或别离乱碎，历掩饰当中伤心的故事。思忆中仿佛早已失去，昨天的爱孤单，一生又再开始。洒泪，洗不去当天忘情的罪，拥抱着儿子，又再想起悲痛心事，空虚失落，倾出我一生情和意，撕破的前事，也许修补恐怕不易。即系 sad 地，唔好讲笑。点啊，满唔满意啊？超级满意啊！呢只歌，呢只睇翻呢套戏，再听翻只歌都系有 feel 噶。细个睇真系，我好细个睇嘅，讲真，我喺小学嚟，系我睇电影都会喺戏院度喊，因为嗰度真系男人惨到不得了。系咯，同埋好男人啊。同埋因为当时佢有嗰个咩黄坤贤做咧，你细个嘅人佢系童星嚟噶嘛，觉得佢嘅演出你好有，好有同感，好有共鸣咁啊！即系。总之好惨啦，过嚟讲就惨够啦，够啦。系咯，佢嗰啲演技真系好犀利啊！咁细个都。套戏真系
不得了。系 set 晒呢个，我先搵啲笑翻先。又要唱啲歌笑翻系咪啊？不过我哋唱，咦唔系啊？我哋笑歌唱完啦。我睇睇我自己嘅样，我笑翻。喂，开心翻好多。Yeah！ 喂，咁啊，不如头先我哋讲开个天若有情咧，咁不如阿祖恩帮我哋演绎下嗰只袁凤英系嘛？嗰时一开始听到呢只罗大佑嘅都系呢个歌星嘅名。依家教唱歌，袁凤英《天若有情》。依家教唱歌。好，咁啊，与此同时，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咧留言啦，讲下你咧最有回忆嘅电影歌曲啦，同埋可以点唱俾你咧心爱嘅朋友听啦。也不讲半句，此刻生命在凝聚。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，落日远去人期望，留住青春的一刹。风雨思念只身梦里，总会有唏嘘。若果他照此生得可与你，哪管生命是无奈。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。此世短暂，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，只求望一望，让爱火永远的高烧。青春请你归来，再伴我一回。若果他朝此生得可与你，哪管生命是无奈。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，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。此世短暂，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。此世短暂，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。好有回忆嘅，即系个感觉系啊，会见到啊，仲有一只都系好，就等着饮衫嚟唱嘅，系咪就系为咗呢首歌啦？系咪啊？梗系啦，我哋揸得电单车人一定唱呢首歌嘅。梗系唔会啦，虽然唱得嗱唱得一定唔好听噶啦，一定冇家驹咁好听噶啦，放过我啊！开始好冇准备，走日再寻你，何时麻醉我抑郁？过去了的一切会平息，冲不破墙壁，前路没法看得清。再有那些挣扎与被逼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。我已背上一生苦困、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。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离去。心一再回忆，谁能为我去掩饰？到哪里都跟你要认识，洗不去痕迹。何妨面对要可惜，各
各有各的方向与目的，踏着灰色的轨迹，尽是深渊的水影。我已背上一身苦困、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。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哦，不想你别去。家驹，我真的很不想你别去，虽然你别去了很久。哇，真的很正啊！特登着牛仔衫噶我。呢啲音乐令到整套电影咧，再升几个 grade 啊，咪即系个感觉。呢首歌是套戏一开始播了少少刘德华飞车片段，打烂我影个快相机，然后就出好少戏是未有对白就唱歌。呢首歌是一开始就播，入晒你戏院度睇，啲人咧即系当年迷都好紧要啊，话啲。牛仔衫、牛仔裤、K Suite， 会唔会有朋友已经冇点解冇晒啲印象咧？我都有睇过，真系记忆唔记得。怀仔先去睇嘅啫，系咯，我真系可能都系太乖啊！出去蒲嗰啲，你读书嘅人唔俾得睇噶嘛？我都读唔到书喎。系咯，嗰一年入去戏院睇佢嗰啲人，个个有刀疤，同你讲，即系做完手术啊，个个都盲肠炎啊，唔系，当年系一套好江湖味好重，系或者带条女去睇。你讲我，我条女带我去睇啊，个依依。哎，咁啊，喂，咁头先既然有咁多朋友仔咧，都话想听那些年啦，虽则佢哋讲唔到咩原因，我谂都系怀旧。有好多人点咩？可能点俾自己啦。系咯，其实呢啲歌就真系自己想听，纯粹勾起八成，好啦，冇咁惨。八成，啱啱惨够啦。咦，咁我哋诶，阿郎的故事啱啱唱咗啦。系啦，不过呢只歌好耐冇唱过啦，希望唔会唱错啦国语系嘛？之事前都冇夹过呢只歌，冇夹过啊！大家吓多多包容啊！系啦，真挚啲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记忆中你青涩的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桌垫下的老照片，无数回忆连接，今天那还有父女孩最后的约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之前，半桌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，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黑白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坐，他又爱着他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告诉你，告诉你我没有忘记。那天晚上满天星星，平行时空下的约定，再一次相遇，我会紧紧抱着你，紧紧抱着你。哇，好高音啊！你只歌原来翻晒，好难记嘅，好难记，真系。同埋唱歌嗰个人都好难记，胡夏，胡夏系啊，冇乜人记得。不得了呢只，嗱，讲真，记得首歌。
即系临时即兴唱嘅啫，我真系唔好记得啦，太耐冇唱，即系算系咁啊，咪大家都吓希望多几冲凉咁唱。我想同啲观众讲啊，希望大家打赏下，但系打赏去边度咧？即刻。不过其实呢只那些年乜乜乜乜后面好一大扎字啦咁啊。即係當年咧，就係帶咗台灣一啲電影過嚟，即係之後好多其實好多跟風嘅電影不斷咁啊，係啦。阿 Bill 頭先都講係啦，我啲少女時代係啦，黃大陸，黃大陸，江南。當然呢只係呢套係最成功啦。跟住就有一個人等一個人咖啡咧，嗰啲咧都係。不嗰陣時開始台灣片好鬼慘啊，慘到不得了，好啊。就已經下滑啦，跟住。咩比悲傷更悲傷的話？仲差嗰套原装韩国嗰套，真死人嗰套真系睇到。喂，但系那些年嗰只歌头先经过阿 Alex 咧，嗰只神手咧，咁样，我真系觉得好犀利啊，令到只歌更加精彩。系入晒成件事，系嘛？即系比原本嗰个更加。即系我哋系冇完全冇夹过啊，咁啊系全冇，完全冇。呢啲咪火花咯？可唔可以解释下？可以影下呢个谱啊？呢啲咪火花咯？系啊，即系写咁少，弹咁多。如果你做厨房啊，你蚀死个老板啊，少少嘢就煮咁多嘢出嚟，佢系啦。影唔影到？唔啱数嗰啲油啊。喺度啊，讲解下，点解可以即兴弹到咁多出嚟？呢首歌系咪你好记忆入晒里面，即系打牌咁，喂，望都唔望去食咁啊？系啦，唔系有个 sequence 噶，系有个 sequence， 有个秘密喎，有个秘密喎，有个。sorry， 有个 sequence 定 sequence 定 frequence 啊，两样都可以。你试下，你可唔可以当一个教学教我哋点样 sequence 咧？我上堂样依家。系啦，上认真求学。嗱 ，sequence 我哋啲电影。听住老师讲。个头，咁噶嘛？即系正常系咁啦。系啊。咁啊。就是咁样，即系加咗啲料。譬如话你系边个家嚟？泰国花好咁啊。明唔明啊？以你资质都唔明噶啦，应该。即系好多种。以我资质明。即系我明，我明晒。我明晒。即系有啲人画画就画个火柴人。即系你可以画到个素面。冇错啦，你可以系黑椒牛肉啊，洋葱牛肉又得。即系你睇下你加啲咩落去咁样。我考佢啫嘛，我根本就知。我根本就知，好嘢好嘢，系啦，呢啲人唔使信，呢啲人唔使信嘅，你心中信就有噶啦，即系嗰啲你信就有噶啦咁啊。但系嗰啲就系高阶噶啦，讲真，去到一般你系咪啊？阿钢琴老师，我谂系啩？系咪去到表演级先至演奏级先可以弹到？咁又唔关事嘅，唔系啊，唔识啊，呢啲系。咁啊，街坊啦，你高阶，我以前住第二阶，学 theory 咯 ，theory 啊嘛，知我知啊 ，theory 啊嘛。我知菲律賓係 theory global 啊，可以咩啊？菲律賓 global， 菲律賓 global 點啊？你啱啱變咗？戴高帽，佢意思係讚賞戴高帽，戴高帽，高帽咩高咩啊？唔知啊！啲外國人講高帽，高帽開始入夜啦，快啲啊！入夜啲人可以走噶啦，係咯，入夜開始，佢哋就係等聽歌嘅啫，係嘛 ？OK， 咁啊，頭先我哋仲有咩歌漏咗啊？好似有隻《倩女幽魂》啊，有冇準備啊，做人？做咩老师？咩央啊？哦，央最央，我想最央。佢话我想听《倩女幽魂》，系佢又想听《倩女幽魂》啊。可能佢觉得自己似啊王祖贤。我识唱另一首，我阵间唱。喺度雕花而家系嘛？我几时入啊？话我听。人生路，美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过，红尘里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痴痴梦幻，终心爱，路谁人望我。
人生是美梦与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和人茫茫。做冇啊？人间路，快乐少年郎，路里崎岖，崎岖不见阳光。泥尘里，快乐有几多方向？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路随人茫茫。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路随人茫茫。我只记得第一段歌词，后面啲全部未唱过。好有 picture 呢首歌都系，又有平彩神孭住林执晒本账簿，冇晒啲字咁样，佢收数。你记唔记得？我决定我呢个周末翻屋企就系。煲头先嗰啲，佢孭住个竹篮，因为佢负责帮人收数啊嘛。好自卑啊，坐喺你隔篱。其实黄沾写呢啲嘢好犀利，乜都唔识，净系识唱。黄沾好犀利。我咧呢个阿喵个脑系癫嘅。其实都讲个题外话，其实《风之谷》都系套戏啊，《风之谷》里面啲音乐系日本噶嘛。其实有首歌当时唔系全部九石洋嘅，有首歌系竟然黄沾填词俾林忆莲唱《绿水清风》。但日本自己都冇出到首歌，但佢有首歌写得好好，系讲环保嘅。咁就《风之谷》香港版就有，香港版有呢首歌，有呢首歌。首歌叫《绿水清风》，系点样唱咧？快听下先，咁咪唱两句啦。全人类是有的，嗰首歌大家都记得，大家都会识呢首音乐嘅《风之谷》，但林忆莲唱过。共你向前望，发展新路向，献出新的光芒，新朝气。日本都冇呢首歌，但系黄沾写嘅。嗯，香港林忆莲自己都冇出过，喺只集锦。咁我哋下次使唔使出整个卡通嘅？系又好喎 ，OK 喎，系啊，系啦。乌蝇都吓死，猫姨都吓死。我识唱好多呢啲噶，因为我细个俾人罚喺屋企睇电视嘅。你下个礼拜五得闲个？下个礼拜得你尽量啊 ，mark 埋你时间先，系啦，咁啊嗱，咁我哋都预备咗，仲有两只歌咧，我哋一路唱嘅时候，大家仲有咩想点唱可以继续写喺度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就呢一只歌咧就冷门啲系嘛，齐豫系咯，觉得好听咯。橄榄树系边套电影？宽眼啊，其实我系冇，我都冇睇过。嗰、那个咩？孤幽魂，我从哪里来？系啦，我就净系知道咧，其实《橄榄树》呢首歌系一首禁歌嚟嘅，以前啊，因为佢系讲紧橄榄树，佢系一个代表嘅，即系系啦，即系啲台湾嘅地道嗰啲，系啦系啦咁啦，系啦，唔系其实 Alex 咧，佢编过呢一，即系佢自己编嚟玩啊，我估系嘛，系咪你编过呢只歌嘅？系咪啊？大陆客嚟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啦。不过我嗰个版本咧，肯定又系讲名未必记得，一唱就记得。激动嘅佢嗰只吓，咁我哋呢个就唱翻一个温柔啲嘅版本，系咪啊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
过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还有还有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橄榄树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流浪远方？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。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记得了吗？是哪只歌？好像落雨那样，你的雨声，那些琴声。我都挺记得这首歌。跟住下来呢，有只歌呢都挺难度高的。不过 Ricky 就决定向难度挑战，是吧？我觉得那些叫超高。超难度高。不是，这些歌是有人首先有人点的。是不是菊花台嘛，有人点的剛才。不过唔记得哪位了，不好意思。是哪个？套戏都我都好拜。是满城。尽带黄金。怎么拜法呢？因为你揾紧歌嘅时候，因为里面拱你个衣着，哇，真系咧，唔系讲笑啫。套戏其实嗰阵时系有一扎咁嘅电影系咪？咩？卧虎藏龙嗰系咪？其实之后嘅，其实呢套系周，应该系周杰伦比较认真做嘅第二套戏。嗯，第一套咩功夫灌篮啊啲嘢真系唔好。比较认真做。跟住佢真系认真做套戏啦。咁佢里面其实啲剧情都几新鲜嘅，香港人睇，即系唔系一般武打片咁样啦。嗯，宫廷里面都睇得过嘅。咁啊，但系首歌就好，你觉得从文字角度，我自己觉得系好优美嘅一首歌。嗯，边个填噶？方文山一定系，即系阿周杰伦同佢两个嘅 Chemical 喺度。好，好正嘅歌词，八成惨得啦，应该。因为呢首歌我自己听，我都系你又用 sad 嘅心情。你又嚟啊？八成熟啊，唔该。好难，八成惨喎。你的泪光犹若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夜太漫长，临街成了霜，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，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，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，菊花残满地上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叹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
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。菊花残满地沙，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叹，北风乱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。正啊，非常优美嘅文。喂，又嚟个少少，我好记得呢首歌。嚟个少少唱歌教学。套戏应该系2006年嘅圣诞节嘅。好老喎你，有错请指正，可以 search 大家快啲嚟挑机。喂，首歌仲要原唱播，即系如果讲呢首歌系其实方文山嘅另一首歌，同呢首歌我觉得系好似姐妹歌咁。嗯，但系佢就唔关电影事嘅，《青花瓷》。哦，青花瓷，我觉得两首歌系好好姊妹歌咁样。留翻下次有机会，下次咯。嗰啲唔关电影事啦。系咯，冇问题啊，你想点就点啦。不如嚟少少音乐教学啊，阿 Ricky 头先嗰啲假音咧，可唔可以教下大家？如果我就想喺啲 friend 面前演下嘢，唱下啲假音点样唱呢？其实假音听嘢啦，你唔系即系我都唔敢话做咩专家啦，咁分享下啦，学过少少嘢啦。咁其实你假音你好似平时扮女人咁啫嘛，即系但系你即系一般你扮女人啊咁啊，但系你因为你个声唔出咧，又因为你个口腔唔够大啊。哦，如果你扮女人啊，咁咪好，咁咪好清楚咯，系嘛？咁但系就好难听。唔系啊，你等到曾志伟，即系你系啊，你可以咁啊，但系你要，即系你要美化个声，你就要练多啲咯，即系系啦。咁咪得噶啦？系咪噶？系啊，你因为你一般系练住咗，所以唔够好听啲咯。因为好多时好尴尬嘛，有时又想即系又想整个假音出嚟，跟住又走晒音。好睇假咁样咯。唔系女仔系容易啲嘅，男仔系即系嗰个 range 系。变咗一个另一个性质系，我自己唱 K 嘅经验系，某啲歌啱你把声，你就会假到；某啲歌唔啱你把声，你假唔到。可以举呢？即系譬如古巨基嗰啲，你系咪都假噶啦？首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做只猫，做只狗。只狗啲菲律宾人唱嗰啲，嗰啲咩啊？星图啊，咁假音系啊！喂，几好啊！你呢个节目你有歌听又学音，系啦系啦，唱多啲就佢适合嘅地方练啊！咁适合唔适合地方？喂，可唔可以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咧？如果觉得自命不凡，可以。喂，唔系你影一百几廿人咁样，你点搞咧？咁你有人系啦，有人上嚟，我哋咪可以走咯。系啦，系啊！我惊如果因为你搞呢个活动啊，要炒丑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即系自命不凡嚟参加炒丑啊！要咬晒饮桶排队唔掂啊！唔系，大家如果又想多听众，想改进下自己唱歌嘅技巧，可以揾阿 Ricky 啦。佢咧就系呢个咧，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个？唔需要介绍噶啦，总之系啦，系啦，系啦 ，PM 专业嘅 PM 啊，花家姐咁啊，或者如果有啲觉得自己唱得太好，想差翻啲咧 ，call 我，我教你，夜晚都得，我保证可以教到你差好多。点啊你，喺度踩台啊！即系唱得好嗰啲啊，揾我教到你唔好，揾你补呢个电影资料库啊嘛。系啦，点知碎版权无啦告我。喂，但 Ricky， 我想问你嗰只咧系一个人对一个人定系点啊？一个人对几个学生？咩对？哦，我咩一个人啲咖啡？我谂一个人啲咖啡。哦，其实冇乜所谓嘅，就 PM 我啦，系啊 PM 我。即系个单对单就贵啲咁啦，但系争好远，要即系私人去指点你嘅歌喉。依家最多一对三啫嘛。唔系一对五啊！而家最多一对三，变翻一对四个啫嘛。咁如果你有几个学生，大家个水平争好远，咁点算咧？咁咪拉开咗，收嘅钱唔同啦，只能够咁。总之有天分嗰个最贵，即系你又收贵啲咁啊，阿彪就收平啲咁解。梗系要啦，我俾美金噶，梗系啦。喂，你其实有冇谂过学唱歌？老实讲，学咗啦，学咗啦，学咗噶啦，系啊，学咗噶啦，老师仲赞我有天分。系啦，叫我出碟喺厨房里面，喂，你第一碟出
OK 啊，唱歌对我嚟讲就系宣泄下啫。系啦，咁其实有啲人就中意自己录只歌喺 YouTube 嗰度演下嘢噶嘛，咁可以揾我哋去帮下你。几分钟教假音嗰啲系嘛？教假音嗰啲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可以识下女仔啦。咁唱得好听又弹下琴咁样，弹得咁叻又可以识下女仔，系咪啊？哇！你咁督人都有啊？你咁督人都有嘅，女仔。你咁督人都有嘅，人哋唔出声嗰啲啊，你唔系识音乐嗰啲人系特别吸引嘅，唔觉得咩？我都识音乐啊。off 咗佢，系啦，咁啊，熄咗个音乐佢。大家如果即系，譬如你中意平时夹开 band 啊，玩开音乐又想嚟 join 下我哋，啱啱有个 base 我见到可以，大家可以上嚟玩下佢，系咪啊？唔好嘥咗摆喺度，系咪？另外有鼓啦，可能第时系咪有鼓？唔、知得唔得？我嘅有鼓啦，喂，鼓下又冇啦，鼓系啦，打大髀都得，我哋咁啲。系啦，咁啊上嚟去大家玩下啦，一齐去 enjoy 呢一个Friday 啦 ，Happy Friday 啦，我哋好冇？咁啊，另外我哋下个星期咧会可以唱下啲头先唱唔到嗰啲啦，有啲咩这是爱啊，有一堆嘅唔记得咗咩歌，仲有几大把啦，香港大把好嘢。其实今日我哋都系咁以拣一啲比较太多大家记得嗰啲，系啊，电影歌曲实在太多啊。嗯，我谂真系唱系啦。其实以前多啲嘅，以前多啲。英文要再考以前多啲系，以一套系几首歌可以。系下个礼拜俾你慢慢再讲啦，约定你啦，阿 Mel，OK？ 系啦，如果大家有啲咩歌想我哋唱嘅，咁都可以系啦，留言啦，留言啦。OK， 咁啊喺最后都要多谢阿希 Sir 啊，帮我哋咧整到呢个 studio 嗰啲音乐嗰啲声咧好正啊！上个礼拜哈碌咗，多谢希 Sir 啦。咁啊同埋希 Sir 咧都系专业嘅音乐人啦。咁好多佢又教音乐啊，又有佢个 studio 可以 book 啊，同埋可以咧搵佢咧喺你屋企咧整一个专业嘅 studio 出嚟。哇！真系学英文 studio 系啦。咁如果大家搵唔到希 Sir， 都系搵花家姐啦。我会帮你联络佢嘅。OK。好，咁啊，多谢晒我哋台前幕后嘅每一位我哋嘅同盟啊，我哋嘅团队，团队精神，耶！点啊？系啦，好，今日 music no life， 好，一齐讲一次系嘛？一二三 ，Happy Friday， 拜拜。